息肉分很多类型，它事实上呢，所谓息肉呢，它是一个笼统的，比如说我们常说的有增生性息肉，有位底腺的息肉，有这个管状腺瘤的息肉，这都是相对良性的。还有呢，有的息肉呢会乳头状息肉，有的是会癌变，是吧？早癌的，甚至还有一些的胃隆型病变呢，我们也笼统说到息肉里头，它有包括黏膜下病变。所以呢，这个事情呢，根据不同情况来区别对待，因为种类不同，它事实上它的，它这个，癌变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说我们在位底腺息肉，这个是在很多人里是常见的这类息肉，严格讲，从理论上讲，它癌变率是非常低的。但是还有一些息肉，可能比较管状腺瘤、绒毛状腺瘤，这个如果瘤变的，它逐步的增生。